王浩宇罢免第二阶段启动时间确定。罢免王浩宇联署书高速通过第一阶段罢免门槛后，面对民众对王浩宇的大量不满情绪，内部声明指出，目前的进度开始整理有效名册，预计在7月20日送交中选会。按照罢免流程，中选会收到资料后会派案至桃园选委会开始进行资料及身份核对，整个流程估计持续20至25天。如果核对完成后，有效联署分数达1%门槛，就会通知进行第二阶段。霸王联署站表明，目前正在积极招募志工与扩大联署站的固定点，由于第二阶段有极大的时间压力，正在详细规划第二阶段的打法。而被问到目前持续收第一阶段名册的原因，主要是若中选会需要补件的时候，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补上。主播：丰岛，延伸报道。